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陪伴和照顾下，我觉得这个大象还是比较聪明、比较有灵性的一种物种。然后啊，虽然它的个体比较大，其实通过我们接触下来的话，其实并不可怕一个大象。然后它比较通人性。啊，那有些时候返回这个岗位以后呢，这个小象啊看到了以后它特别高兴，它会很远的地方就咣咣咣咣就跑过来，然后用小鼻子啊各种来摸你啊，各种给你啊那种亲密啊。他可能也在想表达，就是哎呀，爸爸这几天你去哪里了，好想你啊，好几天没看到你这种。其实这些大象的话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去保护他们，去呵护他们啊。被救助这些大象呢，通过他自己的努力，也通过我们象爸爸的努力呢，他们能够重返大自然，回到他的家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啊，他真正能够回归自然的话，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挺不舍的。但是挺不舍也没办法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了，他长大了，总有一天他都要离开我们，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生活。